一直以来，他都认为自己党内的干部是狗，自己的下属也是狗，甚至他以为别的政党都跟他们一样，但柯文哲错了。柯文哲是一个独裁性格的领导者，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党内的干部是狗，自己的下属也是狗，甚至他以为别的政党都跟他们一样，但柯文哲错了。民进党是一个民主政党，我们用民主的方式、民主的原则来做政治工作，我们和民众党不一样。柯文哲应该要面对的是，到底为什么提出重启服贸？是不是为了要讨好北京？是不是为了要挖国民党的墙角而要表现得比国民党更像国民党？要拜托柯文哲，不要再动不动就骂别人是狗了，不要气急败坏就口出恶言，请面对问题，回答问题，不然只显得你非常心虚而已。